欢迎回来，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玩这个活动超级混战模式实验室的午餐时间，好吧？那这次老师是单骑出场大战回合，这个超级混战模式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场吧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嘴花。大嘴花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大嘴加农炮了。好，我们先去咬咬人先。哦，咬咬咬咬咬咬咬。哦，我们先吃掉一个。哦，先走了。哦，很痛。哦，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一个。哦，我们先钻地去咬它。你不要走。好吧，这下就哦，我完蛋了，拜拜。好吧，哎呦，好刺激，果然是的超级混战模式啊。哦，兄弟，这边有一位，要小心哦。好，我来转动去埋伏他，不要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哦，他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就给我咬吧。好吧，先闪雷闪。好，完了，别这样躲。好，加农炮给你。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放几个陷阱。好好，放几个陷阱。好，再看看。好吧，应该是，喂喂喂喂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好。不要走，兄弟，不要走！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好，哦，咬咬咬咬！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啊，不错吧？咬到了。好吧，还有哪里呢？好，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加农炮喷口水。好中！哇，我直接就上这边！哎呦，哇哦！哦，我们去躲躲吧！哎呦，口水啊！好吧，这边，喂，为什么去哪里？哦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兄弟！哦，给他咬过来，空中咬他。好吧，哎呦，我自己要挂了，咬了咬了咬了，哦，哎呦，好爽快，十八粒血，好心闪人。好，哦，那边有一个，哦，闪人闪人。好，准备我们的大嘴加农炮。好，准备射。好，现在这边哇，三个科学家，好转哇，是我，我给你一个加农炮。好吧，今天的加农炮真的是主角啊。好，呜、哦，走进另外一边吧。好，哎，这边又怎么有一个？哦，你过来给我咬吧，兄弟，谢谢。好吧，今天我们的科学家都是自己上来给我咬的。好，小心哦，那边有一个。好，我们等等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加农炮又准备好了，好，来准备喷个口水给你，你走不开。哎呦，转身中我的口水太爽快。好，五颗彩虹星星。好，这次的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爽快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植物获胜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成绩。那今天成绩是，哦，老师才冠军，怎么可能？好吧，那新年一开始就给我这么开心啊？好吧，那最重要是今年猪年行大运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第一次上场大战回合就有这个的数量。好，那这个表现呢，真的是非常棒了。好吧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僵尸的回合吧。好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个这么快的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兄弟，又是你头，爆头给你。好，那科学家这个爆头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有危险，先救人吧，兄弟。哦，支援我一下。好，救了一个，走人，走人。好，哇，好多陷阱，哦，好多陷阱，哇，我又被抓着了。哎呦，陷阱很多，补个血，补个血，那里？哦，哦，先休息一下，补个血，太多陷阱了。哦，你们的重口水。好，哦，我来帮你们，好，跟你们报仇，跟你们报仇。哦，是，为什么？好，哦，是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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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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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为什么不是？是他。哎呦，好乱，好乱，好乱。哎呦，哇，我有个口水，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边。好，是他。哎呦，我乱了。哦，是他。哦，帮忙先吧，你们。哦，哇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兄弟。后面哦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支援你一下哦，我来帮你，兄弟，后面有鬼哦，是他，是他，好死的哦哦，我也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也，哎呦，我救你，我也自己被咬了，爽快咯。好吧，没办法了，我们重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边，为什么？哦，转角遇障碍，哎呦，是他，是他，为什么？哦，这个转角遇。
转角遇到爱，哇哦，果然给我体验到 ，Oh my god！ Love you. 我们再一次这边哦，我们的队友是他哦，好，我给你报错了，不错，哎呦，我中，等一下大家帮忙一下哦，来了，哦好，哎呦好凶啊，等一下，哎回马枪，好在这边哦，转身，哦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哦。哇哦，这个大嘴巴很凶哦！哇，那边战斗，我来支援你们一下。哦，是他，是他。哦，报仇了，耶！好，开个支援包给你们补下血量。哇，我还有七的血。哦，补血兄弟，补血补血，赶快！哎呦，好吧，还有哪里的主人哦？你们要走还是在留着这边呢？好，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。哦，我给你报仇，是大头，是爆头，耶，可以了吗？哎呦，这个科学家爆头就真的很爽快。还有一个在前面哦，为什么啊？我们要连着哦，小心有什么事情。好，前面前面，好去前面攻击，耶，五颗彩虹星星，好，团结就是力量啊，科学家们。好吧，那这次我们的僵尸又过胜了，好开心啊。好吧，今年新年活动猪年行大运是真的是来临了吗？老师第一次排前列三名哦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吗？Alright, the mission's back on. 好吧，真的喜欢这个活动就来大战吧。那我们这边就结束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